好，我们再等五分钟哈，五分钟我开始。
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党团协商哈。本次协商所列的三项议案哈，都是经济委员会原来审查完竣不需要协商的议案，但是在第五会期第六次院会讨论事项进行中的时候被提交协商，所以依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由本席召集本次的协商。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有机农业促进法，然后也有委员萧美琴等22人拟具有机农粮产业促进条例草案，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有机农业促进条例草案，委员蔡培慧等23人哈，委员吴坤玉等30人分别拟具有机农业促进法草案哈。那经由在第九届第四会期啊，历经4次的审查会议啊，分别由苏志芬、邱志伟、高志鹏担任审查会主席，并且于107年3月15号审查完竣，原决议不需协商，于院会讨论时被提交党团协商哈。那分别是在106年的10月11号第九届第四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还有在106年11月9号第九届第四会期经济委员会第12次全体委员会议，106年11月23号第九届第四会期经济委员会第16次全体委员会议，还有在107年3月15号举行的第九届第五会期经济委员会第3次全体委员会议哈。都有审议哈。那我们是不是先看看在有机农业促进法的第6条、第7条有个修正动议哈，提案人是苏志芬委员啊。那大致是在第6条的时候，跟审查会通过的条文有不一样的是。在第二项，有加一个公有土地或国营事业土地哈，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农委会，然后再请法务部发表意见，看让修正有可不可行哈？那因为公报要记录哈，发言前请先报单位职称跟姓名哈。是，赵伟，还有两位委员非常感谢我们经济委员会赵伟高委员的这个安排。那刚刚先回应刚刚赵伟所提到的苏贞委员提的这一个修正动议，那加了公有跟国营事业土地，我们非常乐意让它更在这个修正的条文里面放入，本来是放在说明，所以这个第一个没问题。那第二个要跟委员们特别报告，这三个其实就如同刚刚主席，我们高委员所提到的，在整个经济委员会里面都已经有实质的审查过。那基本上，像有关植物品种种苗法的第4条，它只是增加了一些植物的品项。那第三个条文有关农药管理法的。还没盖下啦，还没盖。哦，这个没问题。好，安尼，班长。所以刚刚所以它是，我代表是第6条的第二项，还有第7条的。第7条的2、3、4，都公有土地后面都加一个或国营事业土地，那会没问题吗？起报告，我们农委这边都非常乐意把这样的文字放进去条里面，没问题。那大概那个就是台糖嘛，台糖的土地最多吧？是那个国营事业土地，你把国营事业土地放在里面哈，有没有跟国营事业单位协调？
委员报告，那这里面的国营事业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台糖。那台糖现在有53000多公顷，里面种在农业使用有37000，37000里面其实有大概12000公顷是平地造林，12000公顷是已经出租，其他11000多是在种植甘蔗。那其他的，如果将来其实它是整片的这个土地，如果可以当成有机的话，那当然是更 OK。这不是所谓的强迫性的，而是说如果他的土地未来有机会，那我们当然都是鼓励他大面积的往有机的部分。所以这个台糖是是台糖自己来说一下吧。今天有没有台糖的？应该没有啊。经济部有代表吗？国营事业管理委员会有没有？国营会应该也没有了，因为对，因为 这几个法案跟他们这个照副主委这样讲的话是没有问题吗？没有，对他们来讲没有影响。他是如果放进去说，他比较明确说他们未来可以享受这些优惠，或者是被鼓励说可以来设置这样啊。跟委员特别问，这里是说未来的国有土地跟我们的国营事业的土地呢，来供农业使用的时候是优先设置农业促进区，所以等同是它是。这个我不反对了，我是说这个单位有没有先协调好？你要把这个条文字放在里面。对于南光主席，他只是权利而已，没有受限制的，他的权利没有。他不是要求所有的台糖的土地都要往有机的，而是说如果他将来再提供一些，比如说本来是出租给 OK， 比如平地造林，那现在到期以后要做农业使用的时候。只是更明确了，其实他本来在说明栏就已经摆进去了。那个他本来就是说优先国营事业土地，像平地造林，如果要转型成为有机农业区嘛，哈，那是这个是你们鼓励就对了哈。他就本来就有公有土地的，只是在公有土地后面比较明确的加一个或国营事业土地这样的。啊，本来说明栏本来就有了。所以对他们权利义务什么那个都没有影响了，只是更明确这个定义这样而已了，好吧？那周成伟有没有讲？没讲。好，那我们是不是先就有机农业促进法的第6条、第7条的修正动议先通过哈？那就有机农业促进法那个两位委员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有机农业促进法，其实我们这几条都是本来不经协商啦。那因为那个院会的时候被那个拿下来，所以现在要再履行一次。那协商的时候，就有机农业促进法只有苏志文委员提的这两个修正案，其他没有。那个不过大家就整体再看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就是这两条今天协商哈。那我上一次开会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本来我们要希望能够有机农业专有名词的定义，哦，那时候你们有意见，哦，然后我说什么无毒跟友善的，那你们又分阶段，哦，又分阶段嘛，那些无毒跟友善的你们要先做好，哦，现在先不要谈什么有机农业什么区啦促进啦，连无毒跟友善你们都还要，那时候你们还坚持还保留什么有机农业，所以这个你要跟我们讲清楚，你们就是要推动有机农业促进法，而不是做无毒跟友善的，哦，那这个部分，那一个名词的定义，上一次我们有提出来一个叫做有机农业这个名词定义嘛，那这次有没有摆进来？跟委员特别报告，在原来的有机农业促进法第3条里面，我们把所有的这一些名称都完全放进去，包括在第3条的第3点，我们就有定义什么叫做有机农业。那有机农业完之后，我们还有定义什么叫做有机农产品，跟它转型的这个农产品，以及相关的标章、验证、认证机构等等，都有在第3条里面完整的定义。我们的版本跟你们的版本还是不一样。哦，我们的版本是那个是上一次讨论的嘛？
这条你们是怎么加的？这个嘛，有机农业啊，你们是这个修过了吗？是指基于生态平衡及养分循环原理，不施用化学肥料及化学农药，不使用基因改造生物及其产品，进行农作、森林、水产、畜牧等农产品生产之农业，是这个是新修正的。对，我好像是有看到了，有看到有几个有加进来，因为我当时说不使用基因改造的什么，哦。这个有加进来了吗？哈，有。好，那就其他的条文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如果没有，我们先只通过这个第六条跟第七条的修正动议了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实就照审查会通过的条文。那再来看这个行政院审议《农业管理法》第十条及第五十九条的条文修正草案，还有委员庄瑞雄等十七的拟具《农业管理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在这个部分哈，在第十条部分是通过庄委员的提案的哈，那。这边有农委会有就这个第十条的立法说明哈，照审查会通过的条文哈，然后有做一些修正哈，在各位的桌上哈，这是不是请农委会说明一下？主席，我是不是请环检局我们局长来说明？环检局这边报告一下，就是有关第农药管理法第十条的部分我们。针对立法说明的部分做一些调整，主要是因为原来的条文里面写的是 TPP 我们把 CPTPP 的这个文字加在里面，然后以及就是庄瑞雄委员的立法说明的部分，我们把它加到我们原来的说明的第三点里面去那所以文字上面只是做一些书面上的调整，没有做什么其他的增加。以上说，这个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要增加这个说明在庄瑞雄的条文里面？没有在说明而已，在说明了，立法说明了。好，那我说明一下那庄委员的原来的说明在我们现在的说明的第三点里面，那个可能看另外这一张这里黑字的部分，主要就是他把原来我们列的第三项第一款的部分他把它拆成两款，他把两种不同的太阳的这种减免资料的条件把它分开来变成两款来写，原来我们是写在一个同一款里面用或字他把它拆成两个，所以他在这边做了一些说明。那他的说明栏里面补充的就是我们现有针对农药的理化性及毒理试验准则以及农药田间试验准则里面的相对的一些对应的资料，可以减免的一些资料的对应，他把那个条文加在说明里面。以上。就是原条没有变更动了，就是立法说明里面做一些。没更动，但是你们是加说明，对，加说明，就是加这个这一项。对，这是庄委员提供的。那这个说明跟条文。说明有会不会一页这个条文的意思，会不会一页？它只是针对我们现在执行面在使用的其他的对应的一些执法规，把它列举在上面，不会一页这个母法的规定。不会一页对。好。那各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还是照审查会的条文通过，但是立法说明的部分就照今天农委会所做的这样的部分着作修正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植物品种及种苗法第四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这个部分都没有提修正动议了哈。啊，这个其实都是因应这个 CPTPP 哈的一些条文的更动哈。这个我来问一下农委会哈，就是现在目前那个CPTPP 哈，这个进度是怎么样？那你们是不是有急着要修这个要修正？那跟那个关联性是什么？啊，那这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跟主席还有空委特别报告有关 CPTPP 的整体的进度，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在里面，所以剩十一个国家，那他们已经在三月的时候，那每个国家都已经签署，所以现在是每个国家各自要回去他的国内的相关的规定去走完程序。比如说日本，他会再走一次国会的这一个的一个 approve， 就是要让他和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往右，我们预计这一个十一个国家 CPTPP 会在今年就开始生效。我想第一点说明，生效以后呢，我们国家绝对会在第二轮非常有机会加入，因为在 CPTPP 里面的最后的草案里面的那个30还30条里面的最后一条里面有特别欢迎说，像我们的 APEC 的 member， 我们是台湾是 APEC 的 member，APEC 的 member 也是整个的那个 WTO 的会员国，好，那他说我们非常的欢迎这些来加入，所以我们非常有机会在第二轮的时候加入。那在为了第二轮加入的时候，那一定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法规的调和要先走。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在配合包括前面的农药管理法跟现在的这个植物品种及种苗法，这个都是为了所谓的国际法规的调和的这一个部分里面的修正。第一个，这个不会影响到产业的发展；第二个，那又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国际调和，这样的话就变成我们在第二轮谈判的时候就会更顺利，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我们委员会这一边委员们可以来支持这一个部分。那以上，支持是没问题啦，就是说，因为最近那个川普就说肯定要回来 TPP 嘛，啊。那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我们台湾到底我们有多大的信心，可以什么时候可以来加入这样的一个CPTPP 啊？跟委员特别报告，那个如果美国要重新回到 CPTPP， 就回到他原来的 TPP， 那游戏规则已经跟原来的 TPP 不一样了。当初 TPP 是美国是它是主要的那个所谓的带领者。那时候有讲说 TPP 要生效的话，就是比如说 GDP 这些 TPP 的十二个会员国的每的 GDP 超过 60% 或者是有六个会员国 approve， 那 TPP 就生效。可是现在 CPTPP 里面的排除美国以后的十一个国家里面，那他们现在已经都同意，所以就可以来今年只要每个国家的国会通过，他就 CPTPP 就生效。所以如果美国要重新加回CPTPP 的时候，他要按照 CPTPP 的游戏规则，而不是按照他原来自创的 TPP 的那个游戏规则。所以美国要回来的话，他也要走相关的程序。这第一个说明。那第二个跟特别跟委员报告，就说那台湾有没有机会？我们当然认为非常的有机会，是因为美国没有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复杂的议题，我们就可以不用去面对跟处理。那其他的国家里面，不管日本、加拿大，甚至我们的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好，已经加入 CPTP，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这些就我们来讲，在整个经贸谈判上呢，就会更顺利。那在之前委员会不是经济委员会，是在外委员会也通过了那一个整个那个药品专利的那个部分，那是一个连接国际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等同在国内呢，已经有充分的准备好要加入。那我们也积极在跟这 CPTPP 的每一个十一个国家里面呢，积极的在做接触。那以上。好，公委，你就先过，反正那个还是要那个党超越协商，好吧？都没有，对，其实审查的时候也都没有什么意见的，啊，今天也没有修正案。好，那我们来宣读协商结论哈。就有机农业促进法的部分哈，
第一条，行政决定第六条条文除第二项公有土地可供农业使用者等文字修正为公有土地或国营事业土地可供农业使用者外，其余经照审查会审查通过。第七条除第二项第二至第四项公有土地等文字均修正为公有土地或国营事业土地外，其余经照审查会审查通过。然后其他条文都照审查会审查通过。那就农业管理法的部分的协商结论是，为配合修法后之执行，第十条条文照审查会通过条文，其立法说明文字修正如附件一。然后其余条文均照审查会审查通过。第三，条次及条文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调整。第四，全案修正后条文对照表如附表。然后就植物品种及种苗法第四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协商结论是照审查会审查通过，好吧？好，主席，这个通过是没问题了，但是我这边是不是跟那个农委会哈、提一个建议，就是说友善跟无毒的农业推广的这个办法有没有？这个看是不是也能够定一个办法出来？跟主席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在去年农粮署已经定了叫做友善耕作的审议要点，比如说跟委员报告，如果像原住民或是东部地区再也没有到有机的时候，他只要加入我们的叫做友善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团体，我们认证这些团体，那农民加入这样的团体友善耕作的部分，我每一公顷我印象中是30000块，等同就是说你要到有机的时候，你没办法一次到有机，你一定要先友善嘛。友善就是说比如说你不要用化学的肥料农药，但是你的产品可能还没办法达到有机的标章的验证，但是在这段的过程里面，我们一样照补助，这个补助包括就是所谓的资材的补助，比如说它的有机的肥料资材。对，那你说那个办法是什么时候？去年五月还六月就已经通过了。跟委员报告，只要您有这些有想要加入的，我们农粮署同仁在北东南区都可以专业的来鼓励，而且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面积大幅度的在增加，因为你要先友善才有办法有机，它有机没办法一步到位，所以您所关心的，其实农粮署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执行，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团体开始加入了。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一起来参加。以上。给康委员，好吧。好，那我们协商到这边，好，谢谢大家。